星光伴读，一部手机两种代言，作者徐伟。华为 Mate 60的系列手机横空出世，突破美国的技术封锁，使用7纳米的国产晶片达到 5G 的速度，可以说是震惊世界。对中国友好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呢，就用赞美、惊喜主动帮华为手机代言。但是中国的美国从政客们的震怒、沮丧的反应呢，亦如同曲线宣传，华为你真了不起啊。Mate 60系列的发布时间正好是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行程一致。华为的强势回归狠狠打灭美国的科技封锁，不少中国网民制作了雷蒙多手持 Mate 60 Pro 的宣传照，笑称雷蒙多成为了华为新款手机的最佳代言人。眼见制裁令居然把中国手机逼到了新的高度，美国政界暴跳如雷，众议院主席曼克加拉格尔怒羞成怒地大叫，美国要终止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所有技术出口。美国商务部就表示已正式着手调查 Mate 60的中国晶片。当美国不断向世人展示玻璃心破碎的丑态之际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盛赞，这个是我的新华为手机，这个是梦想成真的时刻。9月14号马杜罗完成了他的为期一周的访华行程，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他主动替华为手机卖广告。他先拿出自己一直在用的两台手机，告诉在座的来宾，他说其中一个是五年前就开始用的华为手机，另一个是一年前开始用的，都是华为的。然后他展示了刚刚入手的一台华为折叠屏手机，并透露这个是访华期间中国的朋友送给他的礼物。他还语带惊喜地说，大家看看这个手机，看这个手机是怎样的，这个就是我的手机了，华为的最新款。马杜罗还说，中国为大家提供了世界上最安全的手机和最安全的科技，他非常高兴在此刻能够使用。有网民精辟指出，今年出访不送礼，送礼就要送华为。笔者建议以后我们的外交部一出访其他国家就送华为手机做国礼，如果外国的外交人员访问中国就送华为手机给外宾做礼物。当然美国人免谈，每送出一部手机就等同刮美国一巴掌，都树立起华为是世界上最安全手机的形象。即使面对美国的进一步制裁，亦无需担心华为手机没有市场。一部手机两种代言，其实正是中国科技崛起带给世界的两极震撼。在极力维护既得利益的美国霸权眼中，这个绝对是巨大的威胁，因为在霸权的逻辑之中，只有美国可以控制的，美国才放心。如果美国不能够控制的，美国就不会放心。华为正是因为令到美国不放心才成为被打压的对象，但它就是中国人民情感的寄托和象征，是任何外力都无法压倒的。而在向往和平的国家来看，华为的突破就是巨大的机遇和好处，就是打破霸权独大，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。因此就出现了雷蒙多被动出演，马杜罗主动代言的有趣现象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，支持和订阅 HKG 报频道，按这个小钟仔，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。